身边饮料自动售货机、食品自动售货机都随处可见，可是您见过螃蟹自动售货机吗？最近在南京的街头就出现了一台螃蟹自动售货机，商家号称这是世界上第一台活体动物自动售货机。售货机里的螃蟹从大到小分别为50元、25元、15元和10元。顾客购买螃蟹的时候，只要放入纸币，按下选中的螃蟹号码，机器就会自动将这只螃蟹推落到取货口。